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施下这么大的恩典，让我们齐聚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你的荣耀，看到你的荣光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在追寻这样的一个荣耀，追寻这样的一个荣光。主啊，我们在寻找，我们在寻寻觅觅，我们在找一个，在这个宇宙里面，我们在找一个位置让自己坐下。主啊，我们要自己找位置让自己坐下。可是主啊，我们忘记了。在追寻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主啊，你是大能的主，你早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位置，等着我们坐下。主啊，我们不用自己找位置，自己坐下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位置，早已经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安排好位置，让我们自己坐下。主啊，你等着我们坐下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在这样的追寻的过程中，主啊，有一天我们发现你主动靠近了我们了。主啊，你主动靠近我们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我居然害怕、退避三舍。主啊，我们没有胜过我们自己的骄傲。主啊，我们有罪。主啊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太多太多的骄傲。求主告诉我们，我们从魔鬼那里借由骄傲，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，叫做“我们没救了”。主啊，我们没救了吗？我们因为觉得没救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坐以待毙。这样等着死亡吗？你说不是的，孩子，不是的。那我们没救了，我们就应在这里做亡命之徒，把我们最一生的最后的一点点孤注的下注下去吗？孤注一掷吗？主啊，你说不是的，孩子，你不用这么冒险。主啊，我们听到你的声音。主啊，我们听到另外从魔鬼来的第二个声音是：没问题，一切都没问题。主啊，一切都没问题吗？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已经够好了吗？我们现在生活够好了吗？主啊，原谅我们，我们目前永远不够好，因为在你的面前，你是最好的上帝，你是至上的上帝，跟你比起来，我们永远有必须追求更好的空间。求主赐给我能力，让我们在这里追求更好。主啊，求主你原谅我们的骄傲，原谅我们的骄傲。主啊，我们知道靠近你才靠近天堂，离开了你就离开了天堂。主啊，求主你不要让我们离开了你。主啊，如果离开了天堂，怎么死法都一样，我们不愿意这样子死。主啊，我们要靠近你，我们要在天堂。主啊，在天堂里面我们怎么活就很重要。主啊，求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活。主啊，我们要今天从家珍传道的讯息里面要得到你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要怎么活，要在天堂里怎么活。主啊，我们是多么的渴求你的百姓，你的子民，感谢你聚集在我们这里，我把我们聚集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 是所有的渴望，所有的渴求呈现在你的宝座面前。我们感受得到主你的光照，你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以上献上诚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接下来我们来读圣经，今天要读的圣经 有两节、哦、没有带圣经的我们看周报，这边有第一个地方要读的是约翰福音一章九节。约翰福音一章九节，有带圣经的请翻开圣经，约翰福音一章九节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第二个地方要读的圣经节是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。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生命的光，必要得生命的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到，我们今天家珍传道要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主耶稣是世界的盼望。欢迎加入我们。